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那非常感谢所有朋友收看我们这个节目单元。我的想法在于，我们去观察，特别是过去这几个交易日，你一定要面对它啦。你说为什么？不管你做的对还是做的不对，我举个例子，礼拜五包括台北股市全球金融商品在上个礼拜五是全面性的暴涨。这个暴涨不但是涨它是属于缓步一路往上做挺升。在礼拜五各位再回顾那个多头你会发现到它非常的一个强悍，这第一个。可是呢大家会去怪罪川普啦，那就是说因为川普礼拜六又谈话了，那造成呢礼拜一全球金融商品不就暴跌吗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昨天一暴跌，那我们再看今天，就这三个交易日各位你就回顾这三天，那今天呢又狂涨，今天这个狂涨呢还开高走高，然后接下来呢到了尾盘出现所谓的停滞的一个状况。那你的关键在于金融市场不管你怎么去分析啦，你怎么去评论呢，最终就是两个字叫结果，就看结果。什么叫结果？结果那我是输也再是赢，也就是说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啦，最终你是赢还是输。这个赢跟输呢，不是说丢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操作模式，或是每天一开盘的几十种又多又空什么样的操作建议都有，然后让你的成员自己去选一项，这不对的啦。第一个十几种交易，你到底要他使用哪一种？你到底要用哪一种？那永远选不到对的那一种，因为太多样化了。那很多朋友就退而求其次就去寻求一些所谓的交易系统。交易系统不是不好在六年前，那时候就所谓的有自动交易那我当然，我既然在推广程式交易，我当然会去了解它，去来说使用。可是我用的过程里面，就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就是这三天这个问题，就是说礼拜五它明明是个强劲的多头，所以我们来看这张图表各位做个参考。所有的会员，包括 LINE 的好朋友，那一样来，各位请看我举几个真实的案例啦。礼拜五是一个大涨，这个不但是个大涨，它是个强涨，这是事实。可是呢，礼拜一是个暴跌，礼拜一暴跌之后，今天又是个强涨。那请问你，我不管你用什么系统，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不就是一个结果吗？如果一个交易程式面对错误的操作，它持续下去，这个不叫什么自动交易啦，那就是个交易不错，没有错啦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研究报告特别各位做个参考，这是今天五月七号礼拜二，我们特别把一般，那你就对照我的想法，就是你就对照嘛，你就对照你的操作，你的操作是不是雷同的，是不是很接近的？如果很接近的，那我会劝你不要用，你会一直输啦，因为同样的情况它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操作模式。好，举例第一图，我们就用一般大家常用的均线，比方说我们用30分钟平均线，不然用30分钟的 K 棒，那利用 5MA 或者是 10MA 来做评价。举例当 5MA 比较短比较快， 10MA 比较长，所以呢短由下往上穿越代表怎么样？代表格局转多嘛。所以我们来看来各位请看，相对的，如果 5MA 由上往下贯穿这条 10MA 呢，那这个点呢，这个点就叫空方嘛。所以这个点该怎么做？这个点一定是做空啊，怎么有人做多呢？所以你是不是会在这个点出现什么做空的讯号？那相对的来到2这个点，你又会做多。你为什么会做多？因为 5MA 由下往上是不是穿越 10MA， 所以在这里空的会在这里做多，就这个空会在2这个点认赔，然后多单进场。那多单进场之后呢，你来看到3，这真实从上个礼拜到昨天的真实的指数行进嘛，那就用5跟10就很单纯，我们做个观察然后在这个3这个点呢，因为它又跌破了，
所以这个三这个点会怎么办？这个多呢，二这个多呢，来到这里又认赔了，认赔之后是不是多单进场？多单进场来到四，理论上这个四就不会做了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输嘛，这里也输嘛，这里又输嘛，那连续输三趟，这一趟做不做就不做嘛。可这一趟是赢哎，这个四会赢哎。你说那我就用自动交易，我就不会漏单嘛？我这一单有做，这一单有做，我这一单一定肯定会做啊。对啊，不错，你用你所谓的自动交易吧。可是我的看法在于哦，不是自动交易了，而是不管什么样的交易，你必须让你的操作模式，当它面对行情，它会出现反转结构，那你怎么办？所以我们持续看哦，这个四会赢啊。连输了三趟之后，这一趟会对。这五呢，这个多、哦、来到这里就走了，然后在这里空，这里就空了啊，这一笔又输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六又转正。那这个六转正，你会充满了无限的期待。这个六在什么时候？在上个礼拜的礼拜五，五月三号。所以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输，五也输，你会赢四这一趟。然后六这一趟你会充满了无限的欢心，哇！我的交易系统在这里做买进啊，拍拍手，买到这里呢加码，买到这里呢满仓，满仓更惨。然后我请问你哦，礼拜一开盘在这里，那怎么办？我不管你在这里买的，这里买到满仓位的，来到这里呢不全赔吗？这个赔还是大赔啊，不是小赔哦，讲了你又不高兴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讲真话，怎么办？好，这是一般的所谓的我们讲平均线的一些用法。好，各位一定告诉我，那你就改啊，你不要用三十分的、啊，或者是我们不要用 MA 啊，我们改成一般的 KD 指标、啊。好，那就摆了啊，这叫策略一，对不对？他说我的交易系统，我总共有二十六种交易策略，有几种策略都没有用的。如果你的策略没有办法去面对反向，就是指数来到最高点，它没有办法有一个风控机制，你什么策略都没用。各位请看哦，这叫策略一，有用吗？肯定没用。好，策略二，你说那我不要用平均线，我可不可以用一般的 KD 指标啊？也可以，同样的结构，同样的 KD 指标，933，我也没有改它的参数，你也可以改啦。你改来改去，我直接告诉你也是没用的啦。也就是说，好，就9 KD 用30分钟的 K 棒，他会这一看就知道，就不要再看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哦，十二，然后这个多，这里就完蛋了，一定完蛋。好，这里会多，这个多会赢，这笔多会赢，就昨天的这个多 KD 指标会赢，这个会赢，可是其他的呢？这个呢？这个没输赢。这个会输，这个也会输，这个也输，这一笔会赢，这个输输输输，这马输，这连马输，这连马输，你总共只会赢一笔，一笔，然后再来两笔、三笔，其他的通通输。请问你的成功率有没有达到50%？没有，这是一般的 KD 指标。好，你说我这是策略二。你几个策略都没用啊！好，来，你说，那你是你肖敏，你用三十分 K 棒嘛？那我们不要用三十分，好，那我们用五分钟的可不可以？用五分钟 K 棒，就一根 K 棒的时间是五分钟。好，一样，我们用一般的平均线，对不对？啊，一样，我们来看你怎么做。我们来看哈，如果用一般的平均线到昨天呐、啊，到昨天收盘，总共有八次的讯号，八次。那各位你盯着它看哈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很糟糕。为什么很糟糕？各位看着七、七、七这个点，赢还是输？七啦！你说啊，这个本来就会小赚小赔啊，那我这个会赢啊？这个有赢吗？你有赢吗？你输。为什么在这里做多会输？这是上个礼拜五的事了，因为你没有办法面对这个跳空下跌嘛。所以你这个多，你在这边多单出场，空单进场，你会赢吗？你肯定是输的啊！你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呢？
也就是说，我要跟各位做个分享，就是说，第一个，为什么你当然可以改啦，改 MA 5改成10，这个改20，随便你，你怎么改，结果是一样的，结果是一样的。我是讲真实啊，你怎么去改？我做了13年了，在城市交易的部分，我怎么会不知清楚？因为第一个，你需要的不是一般的交易，自动交易啊，而是你需要要有演算能力的，这个叫演算。你再看一次哦，是不是这个大涨？那请问有什么样的系统，它有趋势追踪的能力，并且它具备了反转风控机制？这个才重要啊！你要有一个工具，就是。它不是只是哦，当市场是个多头，它一路帮你咬这个多单上来；市场是个空方，它就一路紧追着空哦。可是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于，当它来到几乎相对的最高档，你要有能力，有个工具提示你，这里多单全面出场。今天又发生一次啊！哎，你那有又发生一次多单全面出场吗？有啊。那为什么要多单全面出？你会大赢呢？那当然大赢啊！你干嘛给我讲？你就看你的简讯嘛。来，因为这个叫智能演算啊，你不是一般的自动计算，那个没有意义的。那各位请看着它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一般市场的趋势指标必须加上反转指标的 PSI， 我们把两者去合并它，产生了一个循环的效果。一个循环，就是说所有的商品就形成了一个循环，一个 cycle， 一个循环，也就是说就照着这个模式来，你会得到什么结果？就这个结果，这个结果也就是说，不好意思，这里是不是个多，对吗？这个多是多到这个点，那来到这个点该怎么办？这个多来到这里，这里你就要走了，就站在空方，好不好？那你会问我，肖敏，那这个空没有赢，那也输不了多少啊。可是你这个多会不会大赢？会。你这个多大赢的条件在哪里？你在这个几乎最高点要走啊，要走啊。啊，你这个多来到这里你不走，他直接礼拜一下来在这里，我请问你，你这个多怎么会赢？你输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空呢？这叫智能演算系统，跟你做个分享。那智能演算系统为什么会这么强？就在这里啊，就因为我们加上什么 PSI， 就是说，长期以来，就是说从去年的一月份哦，所有朋友你参加我们的会员，我都有提供你这个叫 PSI 即时系统，对不对？你要点它。今天台北股市大涨90点嘛，这是个事实嘛，这是直接属性嘛。那看，请问点几分的？你就点一个五分的，你就不要再，你要问我有什么好问的？你就看着他不就好了？我就一再讲，结果论，结果对就对啊，错就错，哪有那么多浪费时间的？不是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就比赛就看结果啊。什么叫结果？结果就在于。始为进叫资涨跌嘛，什么叫得，什么叫失嘛？所谓的得就在于这个点，你该怎么做？这个点做多，这个点做多怎么会赢？为什么这个点不能做多？因为这里叫正五十啊。那所以我们往底下看看下图，两张图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里可不可以做多？这里做多你会赢吗？怎么有可能赢？这里做多肯定你到现在还套牢。到现在，到今天大涨100点，你还是套的。这个点要做空啊。那这里要不要做多？这不昨天？那这里做多，难道你告诉我今天有没有涨了100点？有啦，这几百空情奈无。啊，你敢无赢这几百点？你有嘛？我有没有把我们智能演算触发多单进场？你要多单进场？智能演算这里已经大涨，那么来到了。整个循环的高点，你要出场。哇，同弟，你今天爱出场吗？啊，你有大赢吗？那比赛看的是结果。那各位一定问我说，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接下来你要很小心了、啊。我讲的是真话，因为接下来不是看美股的啦，
特别是在未来这段期间，因为中美贸易的不确定因素又产生了，这个产生呢不是川普，是陆股开始的，是大陆呢他要推翻过去原本谈好的一些协议嘛，就他认为有些协议不当不妥，所以造成川普在礼拜六就讲了这个话，我就马上加你关税，就这么简易。那请问你哦，面对接下来这么大的冲击，特别在本周，那我再问你，那结果怎么办？你就照着 PA 衰做啊，你就照着 PA 衰做。PA 衰要怎么做？两分钟后向您做简报。桂花 PHY 衷心祝福全天下妈妈天天用礼花0800-555-808空八空空555-808。加入固德投顾，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。立即拨打0800-555-8080800-555-808。不管是后壁号的风景，也是北部；不管是台湾，也是全世界，用心用爱，让后代子孙有更加好的生活。2019风起云涌，创造未来，迈向成功。全胜大师一级棒，股票期货一把照。今嘛就甲你固德投顾，予你赢得股市的第一场，立即拨打0800-555-8080800-555-808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一样啦。我的看法呢，台北股市在未来啦，特别是在接下来这段过程里面哦。它不可能是很平顺的，你不要去想那个不可能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特别是在接下来中美贸易之间这么多的一些磋商过程里面，它有很多两方啦很难达成共同的协议啦。在这个结构里面，那我要讲的在于那该怎么办。特别是各位请看，我们看台股，今天表现还 OK 啦，对不对？到中场PSI 有倒正50嘛，可是它整体上还 OK。 可是你不要忘了上证下午盘是表现很差的所以整体上你要很小心，没有你想的那么样的乐观，好不好？你说那我就这里空到底，那千万不要，你空到底，你昨天空，你今天就大赔了。你说那到底该怎么办？来，我的想法在于要面对真实发生的结构了，就是它真实发生的，那我怎么去帮自己创造最大的利益？这个利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。这里该怎么做？这里做多保证输，这边呢？这边做空你肯定会赔。这个是昨天，这是昨天，这个是上个礼拜五，这礼拜五，这礼拜一。所以呢，请问这里该怎么做？这里叫正五十啊，你需要有个工具，有个系统提醒你、提示你，加爱半抗，加爱做多。你说哦，加爱做多，对，今天大涨，那今天大涨之后怎么办？那你就把你的手拿出来，你是不是把你的手拿出来，就一根手指头，啊，你是不是把它吃呢？他给棒掉，就五分钟。我请问你哦，你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，你现在眼睛看到的，我有办法去变动它吗？我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是过去的每一秒钟、每一分钟，当指数在行进，底下这个叫 PSI， 它在行进的过程，每个会员
都是证人，我共几办，每个会员都证人。然后呢，当 P 二衰出现之后，它在历史上就永远停在那里，无论对跟错，不管对或者是错，它就永远停在那里，永远对也好，错也罢，它永远停在这里。那对就对，错就错啊，就这样子啊，这个叫结果啊。那一个操作在于面对这个格局，特别是未来动荡这么大，做多不对，做空也不对。我跟你讲是事实。那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做？未来叫做两个字，叫波动。这个波动会持续下去，永远不会改变。金融市场也一直波动的，所以该怎么办？面对波动，你的做法就是在几乎相对的高点，你要去做空，你要避险，你要空，你卖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它一定会回到标准轨道，标准轨道叫做零，零轴叫标准轨道。那相对的哦，当商品价格在暴跌，你也不用害怕，你就等嘛，等它到负50了，那你就做多啊。然后呢，它一定会回到零嘛。我举几个真实的案例啦，各位请看哦。这张图大家看很多次，那我不是要跟你讲我的系统很准，我是要告诉我的会员，你看着它，这都是真实的每一笔，它出现的就永远在历史上就停在那里，对就对，错就错。好，这是3月29以前一直到3月29截止，没有错吧？然后这进入了4月到4月中旬了，对不对？感觉完全照着做，这里就要正50，这里叫-50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到4月23了，你就看嘛，就每一笔都对嘛。到4月底了，你有错吗？你每一笔都对，没有错任何一笔。你说永远都不会错吗？错就错了。5月2号这里有没有错？有错了，我没有给你做个打叉，那怎么不得几败？那不得几败就不得几败啊！你的操作可以维持90%，那我的想法就在于，你就继续下去，你也不用理我，你也不用看 PSI。我讲真话，你用小米，我自己你走，我怎抓也高抓啊！你就继续下去啊！我觉得你应该来从事这个行业啊，收会员啊。你怎抓也三牙高抓，那你应该教收带你的会员获利啊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你这笔呢？这笔肯定会输啊，那输就输啊。那你说这笔输我怎么办？这里叫零走啊，那你就等到零走平嘛，就好像是好了，到这个礼拜了，那这个输不是在这里吗？我再看一下，5月这个这一笔，它不是永远都在这里，记录上永远不会变吗？对就对，错就错。我的想法就是讲，你只要把它放空，你就赢嘛。啊，加做多你就赢了嘛，那没有错吧？那我怎么知道这里要空，这里要多？你看底下嘛，这里叫做正五十啊，零在哪里？零在这里 啊这里叫-50，啊，是不是零就可以平了？你就等零嘛，你就它，因为它一定会回到零。你说面对金融市场该怎么办？第一个，不要受到外界干扰，不受外界干扰，你要有你的操作方式跟策略，这个策略你知道你会赢，你为什么会赢？因为你知道你在正五十空，你会在零平仓，你在-50多在零平仓。你说那今天怎么做？一样，你不都要放大啊？不就这样子？啊，这里叫做加给我-50，啊加半仓还怎么赢？这不昨天吗？这里是昨天呢、啊，啊这不今天啊？看全图。啊，这不今天这里做多会赢，怎么有可能的事？那你怎么不会赢呢？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啦，叫做利用 P 二衰买利耗尽，叫做-50，你要站在空方；卖方衰竭叫-50，你要站在多方。那欢迎各位哦，您可以在今天稍待跟我们夫人做个联系，那把手续办好跟着做，我会提供你即时行动 P 二衰安装在你的手机上面，并且。你如果是在今天，跟我们服务员做联系的，那办好手续的，我另外我会帮你升等我们的智能演算
系统，就是说我们的智能演算系统它目前出现什么讯号我都会通知你、哦、比方说如果到966就要进场、956就进场空，就像是上个礼拜五多单为什么要走，那今天礼拜一为什么多要进场，那今天为什么多又要走，那请问你不是每一笔都赢吗？不是大赢吗？在这个部分、啊、智能演算的部分，所以欢迎各位稍待可以联系我们的服务人员，那么我会另外提供你这个服务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